日前在大巨蛋举行世界棒球十二强热身赛，台湾 VS 捷克，场内开打，场外的应援一样火热。其中乐天女孩云溪还有台钢女神怡莉，一举一动备受关注。日前就有粉丝拍到两位在球场上当众搂搂抱抱亲亲，云溪的猛烈进攻也让怡莉大破防。Number 77, Roy Jones.